朱晨，你怕吗？ 对不起赵震天，放心吧，赵震天一定会找过来的。其实我真是愧对组织，没有把这么重要的情报送出去。水清，水清，我想临死前问你一句。 淑珍，我爱你，我早就告诉过我自己，这一辈子我只爱过你一个人。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汉奸？我当然不是。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又中了他们调虎离山计了，回去跟公文大佐会合，撤！嘿，走！这片没事吧？没事，快撤！队长，你受伤了？没事，走！哎，快撤！ 情况怎么样？抓到八路了没有？我们被骗了，他们是特意引开我们的，人呢？太君，我们都把他们逼到悬崖边上了，估计是跳下去了。小叶队长，传令下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务必好好休息，等待时机，属下明白。队长。 没事，没事，这回算我命大，还没伤着骨头。队长，你对飞燕姐姐可真好啊！为了救她，命都豁出去了。我是哪儿救她呀？我那是救马家寨，你别瞎说。不过说实话，你和飞燕姐姐还挺般配的。你看你，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小孩别老说大人话，这孩子你说，可惜我这件衣服了，喜欢吗？喜欢，嗯，喜欢就好。<笑>我也喜欢。哎，怎么办？姐姐，你，哇，还挺漂亮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这伤还没好就不疼了？你干什么你？哎哎 飞燕姐姐，我们队长身上还有伤呢，好关心你哦。你身上有伤啊？啊？哎，送你多久了，玉佩？前段时间。哦呦，前段时间呐。队长，那也送我一个呗。这不是我送给他的，你能不能别瞎动？这个不是他送的。
听见没？是你送的，这个是邮账、物账，你交代吧。这真不是我送给他的，我是替别人送给他的。啊？这不是你送的？不是我送的，这是憨子让我替他再送给你的。憨子，我就知道这队长怎么会送给你这东西呢，真是的。哎，憨子送的，憨子。你，其实我就是来看看你的伤。小兰姑娘，小兰姑娘，小兰姑娘，你怎么了？谁惹你了？你告诉我，我孩子肯定是饶不了他。是队长，你去找他吧。你啥时候学会送人东西了？队长跟你说了。以后不要再送我什么东西了。哎，叔叔，看什么呢？叔叔，你知道纪晓岚的那把玉佩是谁送的吗？谁送的？憨子。我早知道憨子这个小子。就是没想到会送玉佩，真爷们儿！你笑什么笑？来呀！走，站住！憨子送玉佩了，来呀！大佐。天快黑了，我们是不是趁着夜色？哦，夜袭固然重要，但不是上上之策。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封锁住马家寨的下山之路。要等到黎明的时候，这是人最弱、最困的时候，那才是最佳时机。我们现在好好休息。等待时机。大佐，有一件事我还是一直在担心呢。什么事？陈水清。这位队长，你我都是帝国军人，对我们的盟友，也不要胡乱猜疑，要有证据。要拿下陈水清，对我来说易如反掌。如果是误会呢？那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以华制华政策，大大的不利，你懂吗？困吗？嗯。哦。哎，这房子盖得不错啊。嗯，那个寨子里的弟兄们都是自己做饭吃啊。赵振天，爷这辈子就看上两个男人，你算一个。命真苦。嗯？不，我说真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哥。哥命真好啊！我哥命才不好，想不到。哎，马哥，不是，你看我这人就是不太会说话，我这嘴太臭。哎，以后咱不说这扎心窝子话了啊，不是呀。好。其实吧，爷啊，从小就在这男人堆里长大。是吧？爷就这性格。其实，马姑娘，我以前就认为你是一个比爷们儿还爷们儿的人。
想到你还真的有眼泪。赵振天，哎，说正经的，你呢，是爷这辈子认定的，你可不能辜负爷啊。那可真说不准。哎哎哎哎，马飞燕，你马飞燕，你咋说翻脸就翻脸了？哪儿啊？你说这才刚夸你两句，你也太不经夸了。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呢？谁说不三不四？你这……我告诉你，赵振天，你可小心着点。你要是敢喜欢其他的女人，爷就把你捆起来扔了喂养。你放心吧，这辈子再没这机会。哎，你说你也是个大当家，这深更半夜的你在这儿不合适。我是大当家的，爷想在哪儿待就在哪儿待，爷喜欢谁怎么了？就喜欢你。行，我知道啊，说说就行了啊，别当真。赵振天呀、啊，赵振天，瞧瞧你那点胆儿，哼，再看看你那样，我一个女人都不怕，你怕什么？是。飞燕姑娘，其实吧，你挺好的啊，挺好。干嘛？还真以为我要住这儿啊？把你美坏了，鼻涕泡都出来吧。想得美。那你要真想住这儿，我就吃点哑巴亏，我也就认了。来劲了哈！你把马飞燕当什么人了啊？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哎，你给我说清楚！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说清楚！把我当什么人了？干嘛？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放开！刘玉国。是这么回事啊，我受伤了，大当家的帮我这个铺褥子。铺褥子啊，铺褥子把你俩铺到一块儿去了是吧？糊弄鬼子谁会信啊？刘玉国，不是，那个，你看，这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你听我说。别给我解释。小鬼子就在山下面，我的弟弟万吉和八两在那站岗放哨。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你们两个在这做这种龌龊的事儿，你说够了没有？怎么了？他就是爷的人，就是怎么样？不是，你干什么？你放开！刘云果，你看到的都是假的，这都是气话，你还不了解他吗？你怎么着？出啥事儿了？怎么回事，少掌柜的？发生什么事了？能出什么事儿？没发生什么事儿，就是那个。这没什么事儿，都在这儿干什么呢？大晚上的，你们都在这儿，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好了，该站岗的站岗，该休息的休息，都散了吧。都散。都散了吧。都散了。好了，都回吧。啊。赵振天，赵振天，别拦住我！赵振天，滚蛋！哎，刘玉国，哎，我说，哎，玉国，哎呦，玉国兄弟，你这是干啥呀你？赵振天，你不是不知道我为什么来马家寨？我知道啊，为了马飞燕呢。飞燕，我喜欢马飞燕，这个你是知道。
你今天来干这是人干的事吗？不是，玉果兄弟，你又在吓我爷。你刚才那看到的不是真的，我跟你说不清楚，你得信我。行了，赵振天，你对我的好，我刘运果永远都会记在心里。今天的事，我也不想再追究了。但是你以后再敢碰马飞燕一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少掌柜的。少掌柜的，我们真的要走吗？不走干啥呀？赵振天跟马飞燕都那样。哎呀，这个赵振天还真是个小人，可是小人这俩字儿又没写在脸上，还真看不出来。哼，少掌柜的，我们这样不辞而别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有什么不合适啊？你如果要是想留下就留下。我隐蔽。少掌柜的，鬼子这时候上山是人警惕性最低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情况告诉大当家的呀？快看，那是谁？马四儿。马飞燕，马飞燕，看来这是天有灵。岂能就这么便宜了那个赵振天？走，咱们先回去。好，走，走，快！干的事儿都干了吗？干了，我还加了不少呢。对，加的火药量是平时的两倍。嗯，好，弟兄们，下山会会宫本。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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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里头没谱啊！不明白，现在没办法，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要不我们突围出去，或许还有希望。你们突吧，马家寨的留下。我不是那个意思。哎，说两句。鬼子兵来了。
像是我。你有没有发现赵振天的 DNA 杀伤力非常低吗？这说明什么？说明 DNA 里面没有烈性炸药，而是突火药。突火药致命力非常低，不要害怕。进攻！皇军不会亏待你们的。想得美！你们再敢往前走几步，老君放火烧山，烧死你们！赵振天，他又在骗我们呢！你是不是疯了？你真要放火烧山了？对啊，我认为放火烧山也是个好主意。什么？你当我傻呀？真要放火烧山，那就放弃马家寨有什么区别？就是吓唬吓唬他，尽量拖延时间。赵队长，你说鬼子能信吗？这鬼子又不傻，要是真上了山，我们可咋办呀？当时一会儿算一会儿吧。还当真了你？进攻！赵振天跑了，快追！快！快追！大家不要惊慌，赵振天的地雷威力不大，继续前进。马家寨在平谷彻底的消失了。现在看来啊，就剩下赵振天的县大队了。
赵震天他们已经逃跑了，我们是否马上追击？赵震天逃跑的方向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嘿，宫本太君实在是高明啊！好，去山谷把赵震天、马飞燕一网打尽。嘿。大当家的，放开！大当家的，自己的事。你放心吧，大当家的，咱们会给马家寨死去的兄弟报仇的。赵震天说的对，只要有人在，在哪儿都是马家寨。走！兄
少帅，少帅，大当家的。来不及了，带着大当家的一起撤。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桥要断了。撤呀！还愣着干什么？撤！走。又让赵震天他们跑了。赵震天，这是命大呀！这桥快被炸断了，我们也过不去了。那次你是什么意思？太君，这对面有个村子叫张家峪，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急行军赶到张家峪去，封锁那个地方，这到时候他们一个都跑不了。哦，那次由你带路。嗨，哎，咱们是不是走错了？那你要回赵家庄，必须经过张家峪村啊。别的也没路啊。爹娘，故意有一个人醒了。醒了，看看去。大兄弟，醒了。多谢二位恩人相救。哎，你慢点，还有伤呢。你不用谢我们，这是你们命不该绝。从那么高的悬崖摔下来，这幸亏挂在树枝上。我和小铃铛去山下采药，正好看见你们。叔叔，你怎么从悬崖上面掉下来呢？一言难尽呢。啊，你不用担心，我找我们村里最好的郎中看过了，他只是昏过去了，没什么大碍。哦，对，他娘，给大兄弟弄点吃的。哎，好，来。大兄弟，你们到底什么人呢？怎么兜里还别着枪呢？这不说也罢，这大难不死，那一定是好人。报告，刚刚打听到有一伙人刚刚进了村子。哟西，阿四说的果然没错。赵震天真的进了张家峪，这次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活捉赵震天。我也和白队长马上赶到村的另一头，封锁村子的出口。好，准备走。宫本太君，那是咱们哪？咱们冲进村子，把赵震天一网打尽。嗨，走，兄弟们，走。大兄弟，快！外面打枪了，乱得很。我先把大门关上啊！快回来！你把孩子看好。别！别动！快快快！快点！关门！快关门！天，陈水清，坐
什么？原来你是汉奸呢、啊！我和铃铛真是瞎了眼，把你给救了。呸！这也不能怪你，汉奸本来就诡计多端，防不胜防。脸上也没伤，你老盯着人家脸看看，怎么回事？别说那没用的。我爹说了，这位阿姨没事，用不了多久就会醒的。说咋回事？淑珍知道你去马家寨，贵德要去进宫，他担心你，所以就去了马家寨。我问你，他昏迷是咋回事？我们被鬼子追，一直走投无路，就跳崖了。一汉奸怎么可能会被鬼子追啊？编瞎话骗三岁小孩的事。赵震天，你们几个反反复复的怀疑我，就不嫌累吗？你个混蛋还跟我说这个，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啊，这次关系到我们根据地的生死存亡，你要信的话，情报单就在我怀里，你掏出来看呐。父老乡亲们，今天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把你们看到的、听到的都老老实实给我说出来，保证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长官，我们是真不知道啊！你们刚一进村，我们都进屋了，哪有功夫看见八路军啊？这位大姐，可千万不要说谎哟、哦。长官呐、啊，我们张家峪村都是顺民，我敢保证，没有一个人去串通八路。刚才呢，是有一群人进来了，我还以为他们是收粮的，就等皇军来了，我们马上就躲起来了。哼，小鬼子，别说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们。哎，别说瞎话，坐下。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这就是跟大日本皇军作对的下场。顾满太君，这我觉得这帮村民真不知道，你看他们特别尊重皇军，这皇军来他们就躲着不说。好，那就搜，挨家挨户的搜，挖地三尺也要把赵震天挖出来。嘿，挨家挨户的搜。鬼子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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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们挨家挨户的搜。嘿，搜。好。小兰姑娘，这上面写的啥呀？这确实是一张鬼子的机密计划图，实施时间是四天后。那这么说，鬼子是真要打咱们根据地的主意啊？嗯，这次行动是平谷县城配合华北司令部的行动，如果计划属实的话，那么华北司令部那边可能已经展开准备工作了。赵震天，这回你信了吧？赶紧，赶紧往外面。不好了，鬼子挨家挨户的搜，马上搜到这儿了，咋办呢？走，跟我到窗户外面。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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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匠，你帮我出阵。好了，走。开门，皇军例行检查，快点。长官，长官。八路军刚才进了村儿，皇军例行检查，可不要窝藏八路，被我们搜到的话，没你们好果子吃。长官，你放心吧，我们连八路影都没见过。对对对，怎么藏八路呢？对，我们都是顺民呢。顺民，检查一下就知道是不是顺民。长官，滚开！太君，走。给我搜，仔细点搜，后面跟上。我仔细的搜，长官，
我们这连八路影子没见过，怎么藏八路呢？就这点家当，你别给摔了。少跟老子废话，你还有家当？你小媳妇不错啊。报告，没有搜到八路。发现任何土八路的踪迹，必须及时向我报告，明白吗？明白。有情况跟我走。二狗，什么情况？太君，刚才我听到窗外有点动静。去看看。去。哎，什么情况？八个，浪费我的子弹！撤！嘿，撤！报告，明哥，报告，明哥，出去，别怕。我们跑哪儿去了？我还以为被鬼子发现了呢。今天啊，全靠你们家小铃铛。要不是他呀，我们就被鬼子打成筛子了。赵震天，我们现在得想办法出去。鬼子现在把这个村庄肯定包围住了。对，没错。要是鬼子缩小包围圈，我们迟早都会被他们发现。哎，要不咱们进屋说吧。好，进屋。走走走。我觉得现在啊，说啥也没用了。得想办法尽快把这情报单送到根据地去。这样吧，咱们先找个机会出去，让跑得快先把这张情报单送到根据地。志天，你有什么意见？哎，绿堂爹，有啥办法能让我们尽快出村呢？我倒是有一个。什么？那是一个通道，通往村外的。当年我们预防土匪用的，希望能帮上你们。这个方法倒是不错，可是现在外面全是鬼子，我怕到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地道口啊。现在肯定是不行，那得等晚上天黑了以后再说。跑得快，哎，等天黑了，你先去探探路，如果行的话，咱们尽快出村。好。那。我也去。小野队长，太君，找到赵震天了没有？找到。这个赵震天藏得还真够隐蔽的，我就不相信这么一个小村子找不出赵震天。顾问太君，属下认为这个赵震天他们应该没有机会逃出村子，很有可能还潜伏在村子里，只是为了等待一个机会。机会？太君，他这是在等天黑呀。天黑？那就等天黑。赵震天既然愿意当老鼠夜间行动，那我们就当猫头鹰。高，实在是高。马飞燕，跑得快，你们这次行动一定要注意。放心吧，苏书记。马姑娘，这次拜托了，谢谢你啊。谢谢爷，爷还有点不习惯呢。
队长，嗯，你们也要小心啊。嗯，知道，快走吧。哎，我带你们去吧，这带鬼子多，一旦碰上鬼子，我还能周旋周旋。好，那就走吧。淑珍，哎，坐下。淑珍，赵大哥，你们放了水清吧，他如果是汉奸，就不会拿这么重要的文件了。以前我们都冤枉他了。淑珍啊，在情况还没有弄明白之前，我们不能放了陈水清，这里得听我的。就是，我们队长说的对。说的对。赵振天，情报我已经送到你手里了，我现在这块石头也算落了地。我现在必须回去，我的身份不能让小鬼子知道。队长，我有一个办法。啥办法呀？咱们可以拿陈水晶当人质。汉子哥，你说啥呢？绝对不行！现在不是说了吗？这情报是真是假还不知道，现在只能把陈水晶扣在这儿。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可怎么办？水晶的身份要是真的暴露了，就十分危险。我必须让他出去。淑珍，你坐下。我曾经因为陈水清拿枪威胁过你，我对不起你，我以后再也不会了。哎，不是，不，赵大哥，我求你放了水清，我求求你了。赵大哥，如果你不答应我，我是死也不会起来的。孙淑珍，这事情关系重大，哪怕你跪着，我们也不可能放了陈水清的。赵大哥，就当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哎，别别别，不行不行不行，淑珍，赵大哥，有啥话你起来说呀，你这是干啥呀？坐下去，起开。淑珍，站起来，我认了，只要根据地没事，我宁愿死在鬼子刀下。水清，哎呀，你先起，哎呀，淑珍，不是，不，你赵大哥，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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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匠，把他们两个绑起来，押到厢房去。啊，队长，执行命令。队长，听苏书记的。别吵了，放开我，放走吧。赵振天，走。赵振天，稍等，别吵了。放开我，赵振天，赵振天，别吵了。这是苏书记的主意，要怪就怪苏书记，别怪我们队长。我回去，真麻烦。赵振天。行了，你就别吵了啊！要怪怪苏书记，别怪我们队长啊！小点声！赵振天，放我出去！赵振天，淑珍，我现在最挂念的就是你和根据地的安危。根据你的情报，我已经送给赵振天了，而你现在又陪着我，我已经别无他求了。水清，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在怀疑你，所以你过得很难受？
这洞在哪儿啊？就在这儿。你们赶紧进去，在里面有个木板，打开木板一直往前走就能出村了。好的，走。关天，你又想干什么？咱们这么多人不能同时出去。云火兄弟，汉子铁匠，你们仨跟我走，其他人留下。是，队长。哎，我也去。少废话，家里同样需要人，都出去了，万一中了鬼子调虎离山之计，那不更麻烦了？不是，我让铁匠家里等着，等着，走。你小心呀、啊！快走。谁呀、啊？阿姨，是我，我是小铃铛，你们渴吗？小铃铛，阿姨不渴，但是你能告诉阿姨这个门的钥匙在哪吗？阿姨，外面没有锁门，只是被拴上了。小铃铛，阿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想找你帮忙，你能不能把门栓打开呀？小铃铛，阿姨有一个儿子，他跟你一样大，他肯定很想阿姨，阿姨想回去见见他，你能不能帮帮阿姨呀？小铃铛，你放心，阿姨不会告诉别人的。小铃铛，就当阿姨求求你好不好？啊，好吧，但是你千万别说是我开的门。好，没问题。谢谢你了，快帮叔叔把绳子解开。叔叔，我先回房找妈妈了。好，谢谢小铃铛。快把我绳子解开！石青，咱们走吧。对不起，你先走吧，我暂时不能走。你这是为什么？不为什么，你别问了。你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淑珍，
你不走，我也不走。水晶，就算我求求你好不好？赵震天他们不会为难我的，而且嘎子还在他们这儿呢。嘎子在赵家庄。嗯，你快走吧。好吧，淑珍，那我就先走了。爹受伤了，这你们还愣着干嘛？快看看呢！你没病吧？我没病，是铃铛爹受伤了。叔叔，我爹呢？他不搁这呢吗？你看，你是不是把鬼子给救回来了？哎呀，悲惨！我当时确实背的是铃铛爹爹。哦，我想起来了，当时鬼子火力太猛，我把他爹背下来了，然后又放下，然后可能就是这个环节上出现错误。跑得快，你可真行啊！你们县大队居然把鬼子背回来，这明天传出去不是头条吗？标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县大队队长赵震天带领自己部下慷慨大义救鬼子。我现在就把铃铛爹救回来。哎，跑得快，现在出去干嘛？说不定铃铛他爹已经落在鬼子的手里呢。这爹是我弄丢的，我必须给他弄过来。你冷静点。完了，今天鬼子来搜查过，万一认出铃铛他爹，我想鬼子现在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做好战斗准备。准备战斗。是。陈瑞清跑了。陈瑞清跑了。陈瑞清呢？他自己走了，是你放走的吧？不好，有鬼子来了。不用吧。行了，准备战斗，快！走，快！快！来！赵震天，你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赶快投降吧！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坚决不听是罚去，手里准备。
炸死他们！手雷！报告，这边没关系。
上车，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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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快上车，快点，快，来，快给我，来，走，快上车，快点，快点。开车跑了，德鹏，快追！快上车！快快快快快！快上车！说不定是陈水清啊，赵振天，你可真敢想！我敢打赌，一定不是陈水清这狗汉奸救的。那如果是陈水清救的，他肯定是个卧底。我告诉你，要是陈水清就好了，咱还多了个帮手，这情报的准确率就大了。大，好勇敢！兄弟们，咱们这次可发大财了！是啊，是，咱们晚上可以趴在上面睡了。你别闹了，这里面全是宝贝，什么机关枪、手榴弹、烟雾弹，还有几个小迫击炮呢。正因为是宝贝，所以我才趴上面睡啊。对啊，多有安全感啊。好不容易从鬼子手里逃出来，而且得了这么多弹药，真好。太远，撤！不要靠他太近。保持距离，快点！等一下，让你们看一出好戏。咱们明天那就把这迫击炮对着那小鬼子的胸口射出来呀！对，行了，那多好，都别吵了。鬼子在后面都跟上了，大家一定高兴得太早，提高警惕。哎呀，没事，没事，这么多家伙事儿呢。就是，大家安静。早，怎么了？好像有什么声音。怎么了？进吧，让。好好。
有人跳车，对，哎，有人跳车了，太君，怎么就一个人？马路离开我们，我和小野兵分两路，抓捕这些八路，大家追！哎，快停下！追！老雷，想想办法把它拆了。我试试吧，结巴，把刀给我。好，小心啊！小心呐，警黄的，这是不是那个蓝的？你别多嘴，让他自己捡。走，别乱，听老雷的。捡黄线吗？捡红的。捡黄的吧。捡蓝的吧。
到底是怎么了？秦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顾门太君，我在马家寨碰见抓了我的侦察兵，我差一点就被他们活捉了。这不是一脱身就马上朝山路赶过来了。顾门太君，这到底是怎么了？别提了，这回又让赵振天跑了。白二狗，嗯，我走之前不让你保护好太君吗？你干什么吃的？啊，不是，队长，队长，好了，不要废话了，我得休整，我们马上回县城，还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快走。是，顾门太君，下次逮到赵振天，我一定将他碎尸万段。哦，是。趁现在认个干闺女，这样不就儿女双全了吗？这主意不错，我看行。哎，小琳达，你愿不愿意让我当个干爹？我要跟干爹一起打鬼子。这孩子多机灵啊！那就这么定了啊！磕头磕头，快！哎，行了行了行了，过来过来过来，来，磕头我就免了啊！闺女，我跟你说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干爹了。他们要是敢欺负我，我就打他们的屁股，好不好？啊！太好了，这样啊，嘎子就有妹妹了。哎呀，你看看我这个没成婚的，儿女双全，你说我这未来的婆娘，这要着急了可咋办呢？啊！哎，我不急啊，我不急的。这事跟你有啥关系啊？怎么跟我没关系？想耍赖是不是？谁耍赖了？哎，我说你这个男啊，别给我耍赖啊！这怎么又是我耍赖了？你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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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这儿正好。现在还不知道跑得快，能不能安全的把情报单送到我们根据地呢？眼下只有等消息了。不过呢，咱们得做好准备。第一，你让团部看看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听团部的意见。第二，马家寨一战，咱们地雷损耗太多，咱们得抓紧造雷，得防着小鬼子。八个眼路，陈队长。指挥部情报室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属下知错。陈队长，您这事儿就没什么和太君讲的？您这是该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吧？马四难道知道了我一些事情？应该不会呀。陈水清，小野一直怀疑你与八路有勾结，难道这是真的？你今天必须讲清楚，否则的话，我枪毙了你。太君，那个我们陈队长对大日本皇军那是忠心耿耿，他怎么可能勾结土八路呢？那属下就实话实说了。那晚我去了宜春院，属下确实有私心。因为我怕宫本太君知道以后怪罪下来，所以。你陈世清，没想到你拿宜春院做了挡箭牌，有你的。你真的去了宜春院？如果宫本太君不信的话，你就问白二狗。白二狗，我是去过了，去过了。属下甘愿受罚，请宫本太君处置。好了，看在你以往效忠皇军的份上，今天我就饶你不死，但是下不为例。以后你就继续好好的效忠皇军。是，属下一定誓死效忠皇军。太君，这我们的作战图被偷了，那这个临时作战计划是不是该变更一下？华北指挥部已经做了兵力部署，
定计划，也来不及了。看来我们只有电告他们，提前行动，一定要在八路的前面。大佐阁下，小爷，那个土八路没有抓住。大佐阁下，没有抓到，一群废物。看来那个土八路真的是去给八路军送情报了。大佐阁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土八路闯入我们的情报室，把我们进攻八路军根据地的作战图偷走了。小爷队长，你马上电告华北司令部，要求务必提前一天行动。是。政委，你看看。来，谢谢。老周，你认为这次的情报是真的假的？我们最近收到的假情报实在是太多了，一定要谨慎呐。咱们独立团扼守着华北通往阎老西部的要道，被日军华北司令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早想拔掉我们这个钉子。现在团部空虚，大部分部队已经派往主战场，一旦小鬼子前来突袭成功，对我们整个根据地那是巨大的威胁。我宁愿相信这个情报是真实的。但是老周，一旦这个情报是假的，鬼子来个引蛇出洞，全军突袭猛攻，那到时候我军将全军覆没呀。从情报单上来看，上面清晰地印着日军华北司令部大印和冈村宁次的手签，我看应该没错。这件事情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起来。政委啊，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按照鬼子作战图的兵力部署，及时抽回部分兵力，做好根据地的防务。那咱们调谁回来？齐大胜，还有赵家庄外有一条直通根据地的必经之路，让赵振谦的县大队在路上做好设伏，可以做到有备无患。老周，情报上说鬼子什么时候行动？4天以后。那时间应该还来得及。可是现在还有一点我是最担心的。担心什么？你看，一旦鬼子动用了飞机怎么办？如果平谷县城防部队和日军华北司令部的大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我根据地进行突然袭击，那我根据地将面临灭顶之灾。但老周，你的意思是？我必须马上起草一份命令给赵振天，这件事情十万火急。这件事事关重大，看来我有必要亲自去一趟赵家庄。要。这个干嘛？我看这么大一双鞋，一定是一双男人的鞋。你快睡觉吧，来。放进去啊，是吧？马国良，嗯，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想咋样？什么事儿？跟着我干的。赵振天，你不会因为我们马家站没了就趁火打劫吧？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打劫谁我也不敢打劫你呀，你是谁啊？不过呢，也想通了，对吧？这俗话说得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爷跟着你一块干，就算是过了门了。哎，这参不参加县大队和过不过门这是两码事儿。那爷不去了。不去了是吧？行，那我就像狗皮膏药一样贴着你，你走哪儿我跟哪儿，你干什么我干什么。嘿，赵振天，那你啥意思啊？你看，爷要过门你不娶，哎，那你又要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爷，你啥意思？我参加县大队。
爷就让你习惯习惯。来看着。真不习惯。现在习惯了吗？这不行啊！这个，你这叫别人看见了，你现在习惯了吗？行，习惯，再推掉水里了。活该你！娘，咱们不是说好了要留在干爹那儿的吗？怎么又回去了？嘎子，有些事你不懂。你水清说现在身份不明，被小鬼子知道了，娘在你干爹这儿一定会为难他的。娘把你带回去。可是我们也不能这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干爹会着急的。跟你干爹说了，他还会放我们走吗？哦，赵振天。哎，来了。啥事儿？那个有个事儿。咋了？那你自己看吧。啥东西？哟，这个孙淑珍咋一声不吭就回了县城了呢？啊，人家就是想陈水清了呗，回去看看，很正常的。行，回去也好，省得让鬼子知道他跟咱们有联系，他这县城就彻底回不去了。就是嘛，多好呀，回去多好呀。嗯，行，来进去说。好呀，好呀。大当家的，你真答应赵振天加入他们的县大队了？是啊，爷答应了。你怎么能答应这件事呢？啊，咱们可是土匪，马家寨虽然没了，咱们可以另立山头，何必寄人篱下呀？刘运谷，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不用我告诉你吧？要是没有县大队，咱们早就没了，你说是不是？那可说不准。你怎么不长心眼儿呢？你这事儿可不是我没良心，咱们可是土匪，八路军那些规矩你不是不知道。行，就算咱们愿意留下，我告诉你，咱们早晚有一天被八路军那些规矩给逼走。这样吧，你要是实在不愿意留下，爷也不勉强你，但是爷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再说，爷爷想知道一下，八路军到底有多少规矩，能吓死我呀！回去吧，回去。这位是？好，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独立团杨国光，杨政委。啊，杨政委，你好，欢迎啊。政委你好。刘云果，啊，你好，欢迎你们来到平谷县县大队。信上说了什么？还是政委说吧。啊，我给大伙说说啊，我们的这次任务十分艰巨，要让我们县大队一面扼守住通往八路军根据地的主要道路，还要一面去炸掉距离平谷县最近的一处鬼子的飞机场。到时候怕小鬼子配合轰炸机轰炸我们的基地。炸机场？对。哎，我说政委啊，你把我们县大队当成万能的了吧？我们拿啥去炸机场啊？我们目前只有地雷，可是目前的地雷怎么能去炸机场呢？就是，哎，你拿我们这群人真当炮灰用是吧？啊，大伙儿记一下。我知道这次任务很艰巨，但是艰巨，大伙儿也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它。政委，这炸机场倒是可以，但你得给大伙放点真东西啊。就是。哎呀，我们八路军根据地的那点东西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整个军火库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有什么，哪有什么真家伙给你们呢？再说了，真正能派上用场的都已经运走了。哎，那个杨政委对吧，你给我们这群人布置一个这么大的任务，连个弹壳都不给我们，这太说不过去了吧。哎呀，大伙儿一起想想办法吧。政委，我有个问题，现在距离小鬼子行动的日期还有几天？算上今天的话还有4天。好，我有个计策。我说雷厂长，到这个时候你赶紧说吧，别卖关子了。
虽然现在我们没有定时炸弹，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做出一种类似于定时炸弹的地雷呢？也就叫岩石雷。说到现在，你说这主意最好，那造吧。不是，那到哪弄硫酸去啊？对呀，就不等于白忙活了吗？等于没说一样。我们这帮人去哪儿弄硫酸？哎，大家先别慌。我听说，鬼子在官桥镇有一个秘密化工厂，这化工厂里头啊，有不少的硫酸。到时候啊，等我们确定了这个化工厂的具体位置，那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化工厂的话，我们还真可以去试试。正好在官桥镇还有我们的人。那这样，苏童带着部分现代队的同志留下，剩下的人跟我上官桥镇。好，好，嗯，好，嗯。哎，苏师姐，找我干嘛呀？这马上就要出发了，给我的。嗯。这是什么呀？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你给我做了新鞋啊？对啊，行军打仗没有双好鞋怎么能行啊？买的鞋又不结实，快比一下。哎，太好了，大小正合适。合适就好。谢谢啊，苏书记。战友之情，别误会啊。对啊，战友之情，大声的谢谢你，怎么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官桥镇为我们搜集鬼子情报的老郑同志，也是这家茶楼的老板。来，老郑，说说这里的情况吧。啊，刚才政委已经跟我说了鬼子化工厂的事情，这里确实有个化工厂，但是非常隐蔽，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老郑，那鬼子的化工原料就不运输了？运输肯定是要运输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他们是走旱路呢还是走水路。据可靠消息，今天晚上货运码头那里有一批货要来，不知道是不是一些化工原料。那看来今天晚上还必须得走一趟。天黑下来，我和马姑娘进去。那我们呢？你们在这守着，没有我的信号谁也不许轻举妄动，走吧。哎，等等，加藤，小心点。鬼子，
大烟膏子。今天总是刚出发，让我们等等再说，不要擅自行动。少跟我废话，走。走。什么？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了我们的码头，还烧毁了我们的鸦片。巴克，听着，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把人抓住。来人呐！大队长阁下，去火云码头。嘿。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快走吧！好，走，快！喂，杰哥，走的。兄弟们，快走，快快快！什么人？队长，队长，铁匠，你们咋来了？政委叫我们来接你们，你们赶紧撤，我来掩护。好。走，铁匠，我们跟你一起。好，走，走，快快快，走。到了这个份上，你还不输？你来自哪里？你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说！我是不会说的，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说。你不说可以，但是我会让你说的。来，嘿。
我想你应该能理解一只鸡被开水烫过的感觉吧。你，嗨，把它拉下来，跟鸡一起扔到锅里。不不，爸，别，不，不不，别，我说，我说。政委，回来了，回来了。二歪呢？二歪是队长，这里是没有二歪啊。哎，不会中途出什么事儿吧？政委，这事儿是我大意了。哎，二歪会不会被抓了？会不会说出来呀？哎，那个假娘们，胡说什么呢？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老赵，哎，嗯，鬼子来了。嗯，我先下去应付一下，你们赶快从后窗逃走吧。好，老赵，啊，你到家小心啊。行，我知道。快走吧。好，我们走了。好的好的，走走。来，快走。哎，各位太君，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真的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真的找错了呀。你们君是善待朋友的，朋友，没错。自从你把赵震天的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谢谢警上太君抬举。赵震天不是一直在找我们的秘密化工厂吗？告诉你，他就在镇南的一个山坳里。太君，你别杀我呀！你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你这不是让我死个明白吗？我说了，皇军是善待朋友的。跟你说了也没事儿，赵震天想弄死你的心都有，反正你也回不去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就算赵震天来找到我们的秘密化工厂，那他也打不开秘密化工厂的门，因为唯一的一把钥匙在我的手中。井上太君高见，我是回不了平谷了，也回不了关桥了。这个钱你拿着，给，这是给你的路费。您真的放我走？哼，如果你要不拿的话，小心我会后悔的哦。啊，好，我走。烧了关桥镇的鲑鱼码头。是太君。哎呀，赵震天怎么突然又去了关桥镇？他已经取得了我们进攻八路军根据地的作战图，他为什么又要到关桥镇去呢？哦，他们来找我们的秘密化工厂。找我们的秘密化工厂？他到化工厂去干什么？赵震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阁下不用担心，我不管他们的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我这次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杀死在关桥，不会让他们回到平谷了。好，井上，你赶快行动。好。大佐阁下，赵震天去了关桥，去找我们皇军的秘密化工厂了。是的，今天赵震天走出了赵家庄，那我们就永远别让他回赵家庄。
如果赵震天死在了关桥镇，这对于配合大部队进攻根据地，那就省事多了。小野队长，在，你现在就去关桥镇，一定要提赵震天的人头来见我。嗨，你要完了，赵震天。啊，停停停！木子小姐，木子小姐，请你等等。木子小姐，小野太君有什么事？快点说。那个。小野太君，您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一个镯子。原来啊，想关桥回来以后送你的。你看，这不巧了吗？碰上你了。您不去赵家庄打线大队，去关桥干什么？还不是去抓那个赵震天吗？啊，这个赵震天危害一方，严重影响社会治安，不出不快。对，那这个镯子我收下了，谢谢。好，那个我关桥回来以后我请你吃饭。随便吧。哎，好。赵震天他们怎么跑到关桥去了？不知道水清知不知道这件事。谢谢三人爷，谢谢三人爷。各位施主，这里很安全，日本人是不会找到这儿的，你们就放心吧。好，多谢方丈。杨施主，你的人就是贫僧的客人，你的事贫僧一定会竭尽全力相助的。再说日本人残害我族同胞，践踏我国疆土，出家人定当会竭尽全力相助的。多谢大师，多有打扰，请多包涵。怎么样，老范进？二门那派都跑了，跑得快，马飞。哎，你们俩赶紧去十六坡，盯住那个叛徒，别让他跑了。好嘞，队长，我也去。好，你去吧，路上小心。是，放心。时间这该到了，怎么还不来？不会不来了吧？不急，走西门出来，这是必经之路。耐心点，再等我。嘘，有动静，好像是车子来。上，走，别动。哎呀，哎呀，二位别着急忙慌的，是不是又偷风报信去啊？不是，我回赵家庄一趟。回去干啥？准备给大伙拿点铁西瓜。拿铁西瓜？我让你拿铁西瓜，我让你拿铁西瓜啊！大当家的，两位哥哥，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们，也对不住队长，可是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呀，求求你饶了我吧！还饶了你？看我今天不杀了你！铁匠，带回去再说。起来，坐好，走。你小子最好老实点，要是再敢耍什么把戏，小心我把你打成筛子。不会的，保准不会的。
告阁下。阁下，发现疑似赵震天等人行踪。真的吗？嗨，那个土八路果然把他们给引出来了。发现他们新的藏身地没有？发现了。在哪里？清风寺。清风寺。嘿，报告，平谷城小野少佐到了。来得正好，快有请。好，欢迎少佐阁下。有没有新的赵震天的情况？嘿，已经发现了赵震天新的藏身地点。妖西，赵震天，这可是你自己找死啊！嘿，他是找死。警长，别打了，别打了，别打！队长，我要是说出敌人秘密化工厂的地点，你们会不会饶了我？你条件还挺多。队长，我要是说出来，那能算将功不过吗？你活不活得成还另说呢。秘密化工厂在镇南的一处山坳里，但是那里有日军重兵把守，仓库的墙壁非常坚固，一扇大铁门非常厚重啊，一般炸弹根本就炸不开，只能用钥匙打开。什么钥匙？在哪？钥匙只有一把，在井上身上。可是拿到钥匙那绝非易事啊，日军把指挥部那守得跟铁桶一样，哎呀，那外人根本就进不去，一般方法他就没有用啊。你告诉我，日军指挥部有多少人，一天有几班岗，井上住在哪个房间？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我真不知道啊。放了我吧，带去啊。队长走。队长放了我吧，队长放了我吧，队长。我善哉善哉。看来咱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找到这把仓库的钥匙。哎，等等，我说赵震天，你该不会是想派飞燕去小鬼子指挥部偷钥匙吧？我告诉你，小鬼子指挥部就好比龙潭虎穴，那不是自己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你不心疼飞燕，我还心疼。你说什么呢？玉果兄弟，你误会我，是我自己要去。不要争，我去。那个，我决定了。飞燕，你真要去？对啊，我去。方丈，不好了！出什么事了？门外来了一队鬼子，要搜查寺院，快去看看吧。难道小鬼子发现咱们在这儿了？有可能啊。各位施主，贫僧去会会他们。阿弥陀佛。这位是？这位是我们平谷县宪兵队队长小野少佐阁下。小野施主，不知道小野施主这是什么意思？方丈，据情报，有抗日分子藏匿在你的寺院内，我们是特地来搜查的，请方丈多多包涵。兵者乃不祥之物，这里是佛家清净之地，进来搜查恐怕会惊扰佛。再说这里是修行的地方，不可能藏匿你们要找的人。那就请佛原谅，有没有查了以后才会知道。小野施主请便。方丈，要是我们查不到人自然会离去，要是查出有人，我们就要查封这座寺院，您也会受到牵连。轻者自轻，这自主，请便。给我搜。嗨，小野施主，让你们的人都轻点，别弄坏了各类佛具。哦，方丈，我们日本人十分尊敬佛教，是不会破坏佛具的，
如果不小心损坏了，我们也会严加处置。那就好。小野施主，小野施主，这里是藏经阁，里面都是经文，不会藏人的。哦，藏经阁是个好地方，我进去看看。小野施主，哎，方丈，枪呢？画像太精美了，是小野的手。这是毕四第一任方丈留下来的，是毕四的镇寺之宝。方丈，我想买下这幅画，你开个价吧。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我到死都会记得。他到这儿做什么？小野施主，这幅画对毕四来说是弥足珍贵，确实卖不得。皇军想要的东西是不会得不到的。哎，方丈，对你已经很客气了。阿弥陀佛。报告，没有发现可疑情况。嘿，丁将军到。摘下这幅画带走。小野施主，请您手下留情，别带走这幅画。方丈，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数三个数等你的决定。一、二、三。好吧。方丈，这才是皇军的朋友。但是施主，如果您真的喜欢这幅画，那贫僧就送给您。哦，那我要多谢方丈。不过现在您还不能带走。嗯，为什么？因为这幅画时间久了，需要修整一下，待贫僧修整好以后再送给您，您看如何？那什么时候送？方丈，要不就今晚吧。今晚我们有欢迎少佐阁下的仪式，届时带着画像来参加。好，好，方丈，你千万不要反悔，欺骗大日本皇军的后果，你是知道的。出家人不打诳语，绝不反悔。好，那就打扰方丈了。告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方丈，你真的打算把那幅画送给小野吗？人命关天，一幅画算得了什么？可是方丈，那幅画是你们的镇寺之宝啊，我心里过意不去啊。嗯，画你们就别提了，最重要的是保护你们的安全。那接下来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就这样一直躲下去吧？他们今晚要给小野开个庆功晚宴，我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放心，我这就去把钥匙弄回来。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鬼子的计划会提前吗？所以咱们越快越好。小野不是让方丈今天晚上去送画吗？看看能不能让飞燕姐姐和方丈一起混进去。这个贫僧自有安排。
咋子？哦，娘。娘出去一下，你好好在家待着啊。你去哪儿？你水晶叔不知道咱们回来，我给他做点吃的。哦，走了啊。好。这，木子，还有什么事儿？这里说话不方便，让我查了光机再说。消息确切吗？小野告诉我的，你说确切吗？看来他们真是在防着我。木子小姐，你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水清哥，咱们俩什么身份，还用挑明吗？我明白，木子小姐，谢谢你。水清哥，你太客气了。淑珍，淑珍。你千万不要误会了。早知道你这么逍遥，我还不如在赵振天的呢。你不要命了？淑珍，我知道你这次回来是为了我。谢谢你。陈水清，你跟木子姑娘搂搂抱抱是怎么回事啊？哎，淑珍，是木子小姐抱着我，又不是我抱着她。再说了，她找我是有事，我们又没约会。找你有事？她找你什么事？这不能跟你说。对，你跟木子姑娘的私事确实不能跟我说。淑珍，你无缘无故去找那个谁，你跟我说了吧，一声不吭的，谁知道你找他去干什么？陈水清，咱们俩的事儿不要扯到别人身上，你是黑是白我还不知道呢。如果你真的是黑的，我会恨你一辈子的。哎，淑珍，你那天说去追八路的侦察兵，还差点被人家给活捉了啊。我猜啊，你那天是被赵振天给捆了啊。你手上的勒痕不是那天留下的吗？